go. Let's go. Woo! 哎呦呦！介绍一下，你们来自于哪里？我叫茉莉，今年21岁。我叫简心怡，今年17岁。我们是来自美国亚特兰大的茉莉花组合。So don't be nervous and keep your high spirit. Let's do this, OK? 我们的父母都是90年代的留学生，我们都是在美国出生长大。大部分都是华裔的女孩，对不对？对，华裔，好漂亮啊，你们。谢谢。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国，在这么多祖国亲人面前为他们进行表演，这个感觉实在是太美好了。你们今天准备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节目？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表演，为了这个表演我们准备了很久很久。其实现在我们都是等不及了。太漂亮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这个表演靠的是我们大家的默契，希望我们能够配合好，不要出错。So, do your best. Keep this big smile on your face. You got it? Yes. Hang on. Stable, let's go. 好，开始表演吧。这群可爱的女孩会给出彩中国人的舞台带来惊喜吗？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谢谢，太好看了，谢谢。It's so beautiful. Thank you. 大部分都是华裔的女孩，对不对？对，华裔。不，这也有金发碧眼的，你看。我们有三个美国孩子，然后有一个韩国孩子。哦，有韩国哦，哦，我看哪一个是韩国孩子 ？Caroline。哦。三个美国姑娘呢，在哪里 ？Raise your hands if you're American. 哎，三个，欢迎你们。在这个舞团里面，这个我们这些小美国女孩，她们属于少数民族哎。对，她们会说中文吧？她们会一点点，一点点会说她们的名字。你要她们介绍一下吗？哎，好的，介绍一下。Can you introduce yourself? What's your name?
我叫 Amanda， 我是美国人，我已经演是六岁。我猜明白了，猜明白了。